高柏廷，这两个主力打线的第三棒还有第五棒，嗯 ，double play 的机会，抛给游击手，再转传一垒，传到哪里去了？对，就传到哪去了？传到哪里去了？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轻松的球啊，结果游击手杨坚贤怎么传了一个大爆传呢、啊？哎呦，杨坚贤有一点短路是不是？嗅到了。这球眼看是一个 double play 了，对，我这完全这个最基本 double play 的一个球、啊，嗯，哇，第二记失误，对，哇，太欢乐了，太欢乐了、嗯，这个眼皮要绷紧一点了，眼看是很轻松的，对，很轻松的 double play， 传到自己的休息室里面去了，当然要给两个垒包的进垒了，黄长恩那时候还没有来到一垒垒。